执导过 Doctor 异乡人主君的太阳等电视剧的韩国导演陈赫，正式进军内地市场的首部电视剧男人帮朋友即将开拍，在拍摄地厦门举办剧本和角色的讨论会，戏中的男主角张亮和朴海镇也开始事前的准备作业。因为演出的电视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、《Doctor 异乡人》等都创下极高的收视率，这让朴海镇获得收视率保证男的称号。而且为了报答首席暖男张亮的客串之情，朴海镇结束韩剧《坏家伙们》的拍摄工作之后，就义不容辞立刻前往内地和好基友张亮会合。这部讲述男人间友情的电视剧，由张亮诠释出身普通家庭的数学天才，性格内敛孤僻，做人做事都极端讲求原则。朴海镇则是典型的富二代，风流潇洒，纵横商界。两人从大学时期就是死党，进入社会后经历了不同的人生轨迹，在事业和感情上会遭遇一连串重大的变故。不过关键的女主角人选尚未公布，恐怕要等正式开机后才会揭晓谜底。 Yes Revolution 中心特别报道。